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大盘加权股价指数呢，它在狭幅整理， OTC 是上涨的，你看这个盘你看不出什么端倪。我们先讲结论，这个盘它会是盘整出标股一波做到底。主力的心态它会火烧连环船，一个族群做完再攻一个族群，到什么时候？到十二月中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赚钱。来，我的逻辑先跟各位讲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我跟各位讲了，好，我说指数在17633这个地方要整理，所以在这里整理没有创新高，啊 ，OTC 先过颈线整理，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了，都是在预料当中的事情了。好，那大盘呢？我讲很重要是什么？盘整出标股，盘整出标股。今天上市柜加起来28家涨停板，上市11家，上柜17家，28家涨停板。涨停板没什么了不起的啦，重点是你有没有赚，还有你赚多少，还有你有没有真正实现获利，这三件事情。好，那现在我一一跟各位讲。来，元宇宙是不是最强的？是不是最强的？宏达电今天出关照样给你拉涨停板，可是我跟各位讲，宏达电因为它过去13天分盘交易，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你买宏达电那个20分钟一盘，我们不去讨论它。好，我就跟各位讲，好，低价位的元宇宙概念，我告诉各位，你看今天的威盛，你看今天的位数，我告诉各位它是这礼拜最强的股票。我们来看威盛，今天呢拉出第5只涨停板，5天5只，它从低价50-60块钱涨到近100元，昨天破100元。我们这就不要讲了啊！元宇宙从这个地方，我说拉回要买，对不对？拉回要买，买完之后开始喷，礼拜一喷，礼拜二继续喷，礼拜三从6字头飙到9字头，我跟各位讲还在喷。礼拜四喷到100元价位，我说近100元到100元，我先获利出半数，有没有？我都跟各位讲，我没有闪闪躲躲，我都直接跟各位讲，我说他来到100元会震荡，所以呢，我昨天在相对的高档区，当然我没有卖涨停板了，我在昨天相对的高档区，我说先获利入袋半数，你半数放在口袋里面嘛，那剩下半数，老师你为什么不全部卖光呢？我为什么全部卖光？今天剩下半数继续赚呢？继续赚呢？观众朋友，白纸黑字，上个星期五威盛即将攻上涨停板，报牢，礼拜一威盛攻上涨停板锁住，礼拜二威盛2天2只，礼拜三威盛3天3只，礼拜四威盛呢4天4只，目标价在哪里？我现在已经是怎么样立于不败之地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的威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，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，涨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那我昨天出半数目的是什么？各位知道吗？第一个，我说你跟着我，我带进一定带出，我要让你有钱买股票，不是那种过眼云烟，那种摸天赚金条被杀不半条，就是看得到吃不到。你获威盛昨天攻到100块钱的一个三位数，那你获利出半数嘛？那获利出半数的时候，你这个半数资金你就可以活用，对不对？买其他的股票，或甚至威盛下礼拜有拉回好的买点，我再下去做价差把它买回来，那我半数持股今天涨停板我继续赚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哇，这样子操作真的是太棒了，对不对？那丁老师刚才讲一个关键叫做火烧连环船，就是一个主流出来之后它会延续，它会延续。好，所以威盛这礼拜最强五天五只，错了，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。来，位数强不强？一根，礼拜一，礼拜二继续喷，礼拜三三天三只，我说我买的股票芝芝锁60几块的威盛锁到100块钱，30几块的位数天天锁，低价照锁，宇宙最强啦，啊不是啊，元宇宙最强啦，元宇宙最强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谁家？在谁家？今天再锁低价股威盛5天10只，老师啊，你这个是不是打错了？一个礼拜也不过5天啊，那应该是5天5只，怎么有5天10只呢？啊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们没看见啊？这地方这个字啊，你们看见？5天怎么样？共10只涨停板，威盛5只，位数5只，加起来10只。5天一共10只涨停板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们老师都在讲涨停板，都在讲元宇宙，都在讲创新高标股，我请问各位啦，有哪一个像我一样这礼拜最强是什么？威盛、位数5天加起来10只涨停板，你们老师有没有？你们老师有没有啊？昨天礼拜四位数开盘15分钟就攻上涨停板，第4只涨停板，加上威盛4天8只，今天早盘11点29分中场的时候，位数5天5只涨停板，恭喜大家，加上威盛这礼拜已经9只涨停板。老师啊，不是我打错了，是威盛尾巴拉到涨停板。我在发这则讯息的时候，威盛没有涨停板，看见没有？你看这里来，11点29分，啊，位数5天5只，加上威盛啊，我没有唬烂嘛，位数是1、2、3、4、5只，那威盛呢，在11点29分的时候是4只，所以加上威盛是5天9只。对不起。元宇宙最强在我们家，5天10只涨停板。来，从我开始跟各位讲位数，准备喷出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波做到底。老师还可不可以买？可以买，但是我说过，你自己不要乱追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有的想做的你赶快来找我啊！我是讲威盛跟位数啦，啊，我不是讲其他的啦，你手中有威盛位数你赶快来找我啦， 你想做的赶快找，不要自己乱做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懂我意思吗？最强的在哪里？在我们这里嘛，
元宇宙最强，有谁比我们强？威盛五只，位数五只，五天加起来十只涨停板。对不对？强不强？是不是？好，那当然可能很多人对这行情有一个概念，老师哦，那我前波套牢股票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我说你跟着我做，啊，这是一个。好，那第二种人是，老师啊，那威盛这个威盛位数我有啊，那我自己做就好 ，OK， 那你赚的有我多吗？我五天五只，你是不是来来回回的？你是不是自己在那边做价差？涨停板给他快卖掉之后涨停板，隔天呢快涨停板又追回来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说如果我的操作功力只是在这种大家一头上的这种低价股，那我觉得很多人你只要敢你去拼威盛位数 OK。但真正的功力在哪里？真正的功力在哪里？你不要忘记哦，你不要忘记一点哦。现在有当冲的卖压哦，现在有隔日冲这些人来缴获哦。啊，有的股票有主力，有的股票没主力哦，对不对？有的股票高价股涨一涨涨不动下来，有的低价股涨一涨涨不动。来，我说你威盛和位数你没有买到没有关系，我要跟你讲说重点是你要赚钱你跟着我，我带着你赚钱好不好？我带着你赚钱，我没有叫你去追威盛位数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也跟各位讲嘛，我说股票就是这样子，我带你做什么？让你见识我的功力嘛，试驾买进经验啊，你注意看9:19买经验哦。什么叫功力？我买在这里耶，什么叫功力？你跟着我你不赚钱都难，我告诉你，当然有行情我才有办法，没有行情我也没办法啊！我不是说那种随便就拿出来胡乱，很多人就、哎、你跟着我赚钱，你没有行情跟着你赚什么钱？就是有行情我才跟你讲嘛，但有行情大家都比看谁会做嘛，有行情大概比看谁会赚。我买在这里，你跟着我，你当天就收钱，你自己可以先去收钱，收13块钱，一张13000，10张13万，你自己去收都没有关系。你自己能做到吗？我不相信。我买在这里，白纸黑字给你看。不用200万，你买10张融资。100万出头的资金，你当天收13万，我221买的234，你可以去收，你赚不够的你跟着我，你赚不够你跟着我来，10张36万，有没有？一出手右锁两只涨，两天两只高价股，有没有？今天怎么样？再说已经嘎空了，卷子比45%了。观众朋友，低价的五天五只，高价的照样锁，今天最高来了28.5元。各位自己算好了，你自己算好了，221到今天282.5，10张61万，20张123万，50张307万，307嘎空，卷子比44.85%嘎到这里来，前三季 EPS 6.75元，投信做账兼嘎空。但重点是我买在哪里你自己看，是不是？买完喷出，买完喷出，高价股经验，低价股还在赚，高价股呢带着你做，
老师啊，这个经验200多块有点贵耶，威盛卫数已经5天10只涨停板了，还有没有别的啊？那我说丁老师就是来满足你，好不好？200多块你嫌贵，那5天10只涨停板你嫌多。老师，那伟权店呢？我请问各位，90块你可不可以买？90块你不要跟我说，老师啊，它是高价股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伟权店的股本多少你知道吗？几十亿的，它不是小公司哎。我说我买在90.3，昨天锁涨停93.5，没有锁啦，昨天震荡一下啦，昨天收盘收934啊，差1毛钱啊，好不好？丁老师告诉你，就实实在在、实实在在的啦。昨天出手涨停了，收盘收934，啊，934。好，来重点了，早盘低档买进的伟权电攻上涨停板，后来没有锁啊，我也老老实跟你讲，好，涨停板935，收盘收934，啊，没有锁，没有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老师讲话都很实在，差一毛钱你不要跟我计较了，好不好？就涨停板嘛，就差一毛钱嘛，对不对？来，重点在哪里？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乱冲，这档股票会创新高，这才是重中之重的重点啊。很多人，老师我自己会做，你的黑白冲冲冲的到时没怕买老爸，台语啊，翻成国语就是你把会涨的卖掉了，你去买那个不会涨的，套那个赔钱的。我说你跟着我，我要你一直赚啊，这档股票会创新高，涨停板我都告诉你说你要抱牢，有没有听见？不要乱冲。老师我听你的，尾巴呢涨停板打开，好，934，好，934，来你看有没有平盘934，对不对？934嘛，今天怎么样？9点直接往上拉，10点就给你攻上涨停板锁住，恭喜大家，芝芝锁，一买就锁，一锁就喷，一买就锁，一锁就喷，一买就锁，一锁就喷，有没有创新高？不多，你跟着我这通讯息来，观众朋友来，来，亲爱观众朋友来，这通讯息多少？你是买10张的，今天扎扎实实给你赚超过1根涨停板。昨天收934，你如果自己冲掉，你今天少赚93000，10张你少赚93000，这就是我的价值。我就告诉你，我说在这里元宇宙最强低价股没什么了不起嘛，我高价股也锁啊，卫盛卫数威盛5天10只涨停板，低价股，我高价股经验3天3只，伟权电2天2只。所以跟着我们，我带你锁定嘛，邀请你坐回来了，我低价锁，高价也锁，所以下个礼拜到底来受了啊，那怎么锁？待会宇哥告诉你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这个、哦、热闹，真的热闹，真的热闹了。来，观众朋友，来来来，好，那现在我们进到重点。好，你们刚才看到重点是在哪里？好，我先跟各位讲，来，我说你错过一次没有关系，只要有行情，我们接着做，火烧连环船，火烧连环船，懂意思吗？低价来，威数跟威盛有没有？是不是5天加起来10根涨停板？对不对？你每一天，你早一天来早一根，早一天来早一只，你早5天来，这10只是不是你的？是吗？你早10天，你上个礼拜来，这10只就是你的，你上个礼拜来，这10只就是你的，那是不是低价股？
那你说老师低价股，我高价股照样锁。经验三天三只，伟全店两天两只。来，我们再来看，好，现在重点在这里。除了元宇宙之外，除了 IC 设计之外，森达科，你看低轨卫星，三号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卫星指标，啊，你不要追，手中有的你获利续报就好，不要追，因为分盘交易有没有？我跟各位讲有没有？再涨停。今天再拉涨停，这个礼拜两只啊，它分盘交易啊，这个，所以我的重点是哈，你不要追它，手中有的，恭喜大家，你获利续报就好，啊，我们手中高价的近轨卫星、森达科再攻涨停，再创新高，好，它是高价的嘛，所以我跟各位讲哈，有恭喜大家，这种低轨卫星的股票，沿着五日线轧空，今天再创新高，这个礼拜两只涨停板了，但是你不要去追它，因为分盘交易嘛，那没有不追它，那有没有别的？老师高价的，我有点怕怕，100块，那有没有二字头的？老师这是高档，那我不太敢买，有没有底部进场的股票？你常常跟我们讲底部进场，底部进场，来，我说这张股票你给它锁定，你给它锁定，哦，这个股票真正好，好阿年阿维来。真正的底部进场在这里，低轨卫星，而且它是低价的、低档的，这是高点在这里，我这个遮住了，高点落在这个地方，现在在这里，股价不到40块钱，对照森达科今天涨停板167块钱呢。这档股票股价大概只有它的1/5，在低档的，在低档的，来，你跟着我位数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，每一天都涨停板。低价锁，你跟着我，威盛5天5只涨停板，位数喷出低价股，威盛喷出低价指标股，对不对？元宇宙最强的在哪里？我不仅强，我还强强联手。你跟着我，你上礼拜跟着我。威盛位数你5天是10只涨停板，我高价也锁，你看见没有？经验三天三只，我221买的，今天最高到282.5，十张是61万，几天？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涨停涨停再锁，我高价照样锁，你跟着我真的吱吱锁，真的要吱吱锁。伟全店2天2只，17亿股本的公司啊，一买就喷啊，一买就锁，一锁就喷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叫做资质锁标股班嘞。观众朋友啊，我低价锁，高价也锁哎。后礼拜一啦，到底来锁啦。来，低价，5天10只涨停板，无缝接轨。3天3只高价股经验涨停，2天2只伟全店涨停。来，丁老师告诉你，后礼拜到底来说，今天老师跟你讲，我交代你，我交代你，电话靠后通，5分钟之内打电话来，手续办得好，后礼拜一咱到底来说，来，丁老师通知，丁老师交代，后礼拜这支跟我做会，锁，祝大家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